郭靖挑战狮子王，吓个屁屁喘。那是嘴巴，然后有东西塞进去。哇塞！你好好哎，全部人。哦，漂亮。项链呢？项链也可以演。赶快亲赞奶哥说家长。对对对对。我最讨厌别人马屁了。没有没有没有。不要发抖。你是不是想打架吗？要亲奶哥。